每个团都有自己的现眼包，而我们团有七个。正常，人人心里都有毛病。有谁看到我的乌搭子了吗？我们雅轩跳得如此短暂。天空一声巨响，两位秀才闪亮登场。马哥带不动就算了，怎么他三还想把我带跑呢？马哥，你这个现眼包无疑了。我猜马哥，为什么猜我？我猜马哥，我猜马哥。三姐，当高瀚宇碰上了十团最社牛的两个，不然重要吗？没有，今天不重要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是吧？不要。嘿，姐姐，姐姐，你今天怎么那么美？在我身边是专门接的奥利给，舞蹈呢，舞蹈呢，舞蹈呢，是你是你，别靠外超级冷静听一场，我无敌不放心，我无亚轩，你图啥呢？听悲伤的情歌，看离别的戏，我突然就好想你。其他人比五二零，亚轩比的五二零，好样子。所以他五二对吗？要闻救命，他们又整着死出。他们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。还有张真源的力气是蛮荒之力的力吧。我还可以唱。哎，算算算算算算，大哥，大哥，就连苹果都能徒手掰开。还有王源这个手接话筒，外国人看到又要以为中国人都会功夫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不得不说，他们手速真的快。同样，王俊凯走斜坡如履平地。刘耀文的随便一跳，就感觉从我头上飞过去一样。丁程鑫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很绝啊！哇，可以可以，哇，好。抬脚，你要自己抬脚，自己按头。哇哇哇！苏新浩起身一抬脚，凳子就裂了。终究还是刘耀文一个人承担了所有。哥哥，你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吗？快乐星球，我们时代少年团的队长唱的。你说这把刀利吗？拍照时，轩轩向耀文发出降职申请，却在开拍时突然耍帅。太帅了，好无奈。你干嘛啊？火锅结束要干杯时，丁哥杯子没有奶了，两个弟弟一个倒奶一个倒水。丁哥又回来倒腾了几下。你在干嘛呀？
顺利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什么干呀？再看看小时候宋亚轩教耀文卖萌的动作。但现在刘耀文再做这个动作，以前的丁哥执着让刘耀文撒娇，不撒娇我这杯就不给不给你买了，直接就那样会喝吗？喝少冰的巧克力，撒娇也没那么难是吧？对，以后尽量撒。所以爱会消失是吗？搞点这种红灯灯，红灯有红灯吗？红灯。同样给丁哥变魔术，不小心露出马脚。我没看到，这是。为了吸引马哥的注意力，在师大夫给的文件袋里一直掏。当耀文要求第一批化妆。而丁哥跟弟弟讲心里话时，看到你长这么快也为你感到开心，每当哥哥们都回到家时，看见你一个人蹲在厨房帮我们洗袜子，那些袜子这么臭你居然下得了手。我是你们三代我姐姐。果然耀文被哥哥们疼爱也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。当马哥和小贺玩火龙波输了，心情非常郁闷，耀文为了烘托气氛就在旁边唱，梅花飘飘微风萧萧。马哥为了证明自己和真人比拼，结果又输了。马是最弱的，马是最弱的。枕头大战更是毫无求生欲。砸死你们！砸死你们！